今天来分享流盟当地人气最高的拉面店，也是2017年米其林拉面。这家是流盟唯一的排队的拉面店，一卖就是70年。就算流盟在2023年废了站，还是有许多人回来巡回着玩。流盟市的流盟一城是 JR 北海道流盟本线的终点，在不敌每年搭乘人数不断下降经济压力下，于2023年3月31正式废站。流盟一废弃后，不止人气萧条，甚至影响到整体的观光业，失修的站体到处生满铁锈，感觉上整个流盟车站只有这家店还在呼吸。除了米其林拉面店外，也是 Tablog 的话题店，分数则是乡下难得的 3.46， 是整个流盟排名第二位。菜单就是单纯的卖拉面，没有煎饺或是其他的选项。道士拉面的种类蛮多的，海龙特别面1100日元，算是海龙的招牌，看似浓厚但喝起来却不咸不腻。红味噌荤酱油难得可以吃到如此清爽的风味，是可以喝完的汤头，其他配料大致上都一样。龙虎面1100日元，龙指的是鱼骨，虎指的是大蒜，因为老板觉得鱼骨就像海里的龙，这汤一口就折服，大概就是清淡一点的鱼介，加了一点点像是酱油的咸，还有那勾魂的蒜香，连住葱白一起喝，真是让人一口接一口。附上的蒜酥好香好好吃，有一种吃猪油渣的快感，拉起面条会前后摇晃的那种 Q 度，吸汤满嘴不说，微带咬劲后的面香更是美味无比。叉烧虽然不是厚切，但肉质挺好，油丰且甜。比较特别的是这片麸，据说是因为二战后物资缺乏，尤其是肉很贵，拉面店便用这种相对便宜的麸充当叉烧。上野御徒厅的超人气排队名店拉面鸭兔葱，在日本美食网站 Tablelog 上拥有 3.75 高分，生意好到已经在新宿草鸭开了分店。上野本店营业时间非常长，全天都有开，可以搭 JR 至御徒厅站，地下铁都营大江户线至上野御徒厅站，出口出来后均是步行三分钟左右的路程即可抵达。建议大家可以挑个离峰时段来碰碰运气，或许有机会不用排太久。店内就只有11席座位，空间不大才会总是在排队。强调拉面使用鸭、葱、水做成，完全不使用化学调味料，对所有食材的选择都很讲究。每人低消一碗面是对店家的基本礼貌。鸭肉拉面、鸭肉云吞拉面、鸭肉叉烧面、鸭汤蘸面四种品项，可再点鸭肉亲子盖饭、鲔鱼泥盖饭做成套餐，怎么点都一定能吃饱。特别的是可以任选两种喜欢的葱，每个月的葱品项可能都不太一样，请依照现场菜单为主。桌上的调味料可自由取用，加点柚子胡椒可提升鸭肉的美味度。鲔鱼泥盖饭320日元，做成的是适合搭配拉面吃的大小，所以分量比较精致，不用担心会吃太饱。选用的是来自静冈清水的鲔鱼，新鲜度实在棒的没话说，简单淋上些许酱油就非常好吃。鸭肉拉面980日元，拉面卖相非常有记忆点，加上还可以自己选葱，这点很特别。拉面汤头喝来十分甘甜，可以喝到鸭肉独特的香甜感，与酱油组合的比例近乎完美，葱用的也很好，不会有太过辛辣、抢味的问题，反而能发挥两倍以上的美味。面条是以国产全粒粉小麦制作，带有面香与讨喜的弹脆口感，确实是好吃又有记忆点。鸭汤蒸面1050日元，鸭汤味道也相当不错，浓厚的蒸面酱汁能吃到更厚实的鸭油香气，甜感表现十分出色。大块厚切的鸭腿肉口感更棒，蒸面面条也使用比较粗的面条，口感更为 Q 弹，推荐可以拿着汤匙咬着汤匙更够味。东京牛排饭推荐这家超人气涩谷美食 Steak Rice Center Beef Japanese Rice Bowl， 位在热闹的东京涩谷，从 JR 涩谷站、地下铁涩谷站出口过来，约步行五分钟就能抵达，距离涩谷地标忠犬八公巷、十步月寺泰都算近，地理位置非常棒。日文名称则是电谷工艺板店，本店开在横滨，在新宿、吉祥寺、秋叶原已有好几家分店，店内只有14个位子，没有在第一轮入座的话，就得等上大约半小时才吃得到。可以看到餐点制作过程，这天现场几乎都是外国游客，看来应该很受观光客喜爱。大多数人来这里都是吃牛排饭，共有6种不同肉量可供选择，基底要白饭、姜黄饭、沙拉，要再添加哪些配料都可客制化调整。其他餐点还有咖喱牛肉、煎牛排、炖牛肉等，但几乎每个人都是点牛肉饭，因为分量真的很实在，可以大口吃肉，非常过瘾。牛排饭付1290日元，中加生鸡蛋100日元，最多人点的 M size， 一般女生是肯定会饱，牛排嫩度相当不错，口感略带嚼劲，吃得到好牛肉的鲜甜油脂，酱汁给的蛮多的。平常口味较清淡的人可能会觉得偏咸，
可以再拌着底层的白饭一起吃，一碗牛排饭换算台币不用300元，这么平价的东京美食，叫人怎能不推荐？牛排饭加入生鸡蛋，拌着鲜奶油、蒜片、洋葱吃，相当合拍。想吃蔬菜的人可以再加点沙拉，整份吃完不会感到腻口，而是有着满满的满足感。古色古香的传统京都町屋内，远赴而来的客人正安静地吃面。这是一间拥有300年历史的荞麦面老店，江户时期文人雅士最爱的料理之一就是荞麦面。每一次品尝荞麦面，都体现了日本人对简单纯粹生活的追求。走进惠安河道屋，仿佛时光倒流，瞬间置身于江户时代的古典风华之中。距离京都地下铁东西线的京都市一所车站，向西侧小巷子步行5分钟，惠安河道屋还有另一个招牌是芳香炉。芳香炉可以一次品尝到各种日式小菜与荞麦面搭配的滋味。每锅以2人份料理供应，价格为9500日元。惠安河道屋的荞麦面技艺经过数代人传承和改进，至今仍保留传统手工制面技法与多道繁复工序而闻名。以 100% 荞麦粉与水制成的石割荞麦面，口感弹韧，麦香浓郁，许多人都是一吃成主顾。从天妇罗荞麦面、鸭南蛮荞麦面、鲱鱼荞麦面、新蛮荞麦面等，价格落在950日元到2200日元不等。七福荞麦面1450日元，包含豆皮、香菇、菠菜、鹌鹑蛋、酱菜和店内的另一个招牌手工鱼板。